最好的自己状态，真是不太好意思。强撑的身体也要给粉丝一场完美的演出。怎么了？应该是来到成都着凉了吧，然后睡一觉起来之后完全就是发冷，发烧的状态。现在已经好很多了，我刚有吃了一个药，但是我下午彩排的时候是发不出声音。林俊杰的这对团体世界巡回演唱会日前到成都开唱，在演出前夕他却意外重感冒，即使打了点滴也没有好转，不想让粉丝失望的他硬撑着身体上台演出，老人看了超心疼。我和你手牵手，说要一起，说要一起。假音的唱吗？你们好吗？我不信了，大家应该很可以听得出来，我第一场我就感冒。我会努力继续唱。现场我第一次来看张伟的，你们很期待未来听听我的 live， 但是今天不能够给你最好的自己状态，真是不太好意思。但是我会努力。竟然知道现在还可以唱，哇！我就觉得奇迹发生。恭喜啦！发大财！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还要开启小铃铛。